嗨，我是 Copa。 这一支影片呢，是 Copa 整理了 NextDream 的7个国家16个球团的球员图片，那都是来自于刚才各位所看到的两支影片哦。那这两支影片呢，分别是官方在2021年、以及2022年、各推出的、一个原版、来介绍这个 NextDream 球团 NextDream 球员的影片。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影片的内容的截图、到底出了哪些球员。那这个封面呢，我选的是还没有出的比较多的球员来当封面，像纳德雷莎还没出，然后贾泰郎，然后史乃德。首先是西班牙联赛的意思啊，这个西班牙联赛里面有两个球队，分别是加泰隆尼亚跟白衣皇马球团。啊，来看看，先是加泰隆尼亚，这个是佩奥尔哦，这还没有出就会写名字，佩奥尔 NextDream 版本还没出。然后下面有日期的呢，就是他已经推出的，那这是推出日期，可以看到里包尔是2022年的2月18号，然后耶尼斯塔也是同一天，沙维同一天，这个大空翼则是在2021年的9月24号，就是第一次推出 NextDream 版本的时候呢，这个大空翼就是第一批的球员了，9月份。接着来看的是白衣皇马，这白衣皇马非常的可怕，就是1、2、3、4、5五名都没有推出，所以只有名字还没有日期哦，可以看到是比卡姆、纳德雷莎、席丹、马尔塞罗、拉姆兹，以及在游戏内、有提到名字但是没有人没有图像的、这个马德利奇，只有提到名字。那这个会不会出现在后续、白衣皇马推出的时候连同这位也带出呢、这个我就不能保证了、目前还不晓得，毕竟白衣皇马的五位、有图像的角色基本上都还没有推出 NextDream 版本哦，那相信大家都期待的会是比卡姆嘛，在现实生活叫做贝克汉。接着是德国联赛，德国联赛有四支球队哦，多特蒙德、布莱梅、慕尼黑跟汉堡，但是德国球团其实不止这四个哦，在游戏内其实还有科隆、斯图加特等等，但是在 NextDream 的版本应该就只有这四个了。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多特蒙德，可以看到右边是新田顺，2021年9月24日、是第一批的，然后哈特兰德则是在游戏内的故事剧情有出现，有这个图像、也有这个人名，但是卡会不会推出呢、恐怕还在未定之天哦。接着就是布莱梅了、布莱梅非常的齐全，你可以看到都是日期代表什么都推出了、分别是歌德、这是4月22日2022年，然后是2021年第一批的早田城、以及跟歌德同一天的马格斯，然后切斯特，接着是慕尼黑，这个是2022年1月14号月中限定若林元山，这个大家都已经使用很久了，而且是目前最强的守门员，绝对不为过，他肯定是最强的到目前为止。然后这是施奈德，这很有趣哦，施奈德在去年2021年9月的影片的时候就已经推出了，如果你刚刚仔细看第一支影片的话，但是直到现在第二支影片推出来，然后也已经要进入五周年了，这个卡的 NextDream 版本仍然没有推出、属于慕尼黑球团的施奈德、我们还没有看到，相信到时候会是众所期待而且大家都会想抽的球员啊，包括 Copa 自己也想抽。然后这是汉堡，没有出现在影片内哦，各位，这个是很特别的，在影片内完全没有推出卡尔兹的身影，但是他是汉堡，而且是 NextDream 版本，是在去年2021年12月31号的超月底限定推出来的，很奇怪，居然没有、放在影片中哦。好，介绍完德国，接着是意大利联赛呢，有三个球队，伦巴底、皮埃蒙特跟拿波里。好，首先是伦巴底哦，伦巴底哦，这个球团伦巴底。然后这是去年12月31号2021年魁星五、当时的超月底限定，然后这个是2022年1月31号的月底限定十起了，这两个卡到目前为止还是很多人使用、是非常好的球员。接着是皮埃蒙特，同样在2021年12月31号的超月底限定，这个是日向小次郎，他到现在呢使用的频率会稍微少了一点、主要还是因为守门员是隶属性的若林元山，不过这个卡还是非常的强哦，而且是目前游戏内唯一有偏重中盘、这个被动的卡。接着是拿波里咯、分别是火野龙马、以及迪亚斯，可以看到火野龙马是2021年10月22推出来的，非常的早、这张卡是扣半型的、迪亚斯很特别，
拿破里球团的迪亚斯呢推出了两个版本，分别是跟火腿龙马同一天2021年10月22然后是2022年4月30号的月底限定版本。那这个月底限定已经是官方认证公布的五周年强度，提早推出五周年强度的卡。那我们来到的是葡萄牙联盟啊，这个联盟就非常的可惜了。葡萄牙联盟只有一个球团，就是波多球团啊。故事剧情有，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这两张卡都没有推出哦，分别是普边凡次啊，以及洛岛金剑。那洛岛金剑用一号哦，代表他是守门员。那普边凡次应该会是后卫或者是 DNF 哦，但都没有推出。我想这两张卡会延后蛮久的。接着是荷兰联赛哦，荷兰联赛是阿姆斯特丹一个球团哦，在故事剧情里面就是这一个球团而已。荷兰联赛来阿姆斯特丹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哇，七个球员啊，非常的多，非常的猛啊。我们来看看哦，分别是雷昂迪克哦，这个3月25号2022年，然后是克里斯曼，也是2022年1月21号，然后是布莱恩克莱佛特2022年3月25以及1月的33纯。后面呢还有1月的汉斯多尔曼，那伦森布林克跟凯撒则是还没有推出 NextGen 版本，会不会推出呢？其实我觉得这两个卡的人气不够哦，或许不会再推出了。接着是英国联赛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大家都讲英超就英国超级联赛这个游戏里面有三个队伍，分别是曼彻斯特兰、墨西塞德以及北伦敦。其实墨西塞德还分红跟蓝哦，待会我们会看到。那先看看曼彻斯特兰，这个两位巴斯卡跟加云哦，都是来自阿根廷的。可以看看巴斯卡有两个版本，2021年12月24哇，耶诞夜推出的，然后是2022年3月11号月中限定哦，这是有两个版本。然后加云目前是一个版本，2021年12月24号推出的。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墨西塞德红，在现实生活中呢这会是影射这个利物浦球团哦。好，我们看看这个是波旁2021年10月22推出的2021年。就这一个球员而已。接着是墨西塞德蓝在现实生活中影射的是艾佛顿。好，我们来看看这个是艾斯帕达斯。那这是守门员。那什么时候会推出他呢？其实 Copa 也不晓得哦。这个卡在游戏的剧情里面我也没看到诶。然后最后是北伦敦这个卡已经推出了，12月24号的松山光北伦敦那这英国超级联赛就三个球队或者说四个好了，墨西塞德可能说应该要分成蓝跟红才对接着是法国法国联赛在游戏内就是巴黎跟马赛两个球团咯。赶快来看看法国联赛巴黎1,2,3,4,5 五位球员，首先是皮埃尔这个去年12月31号的超越底限定当然要讲一下了，非常好的卡然后是 JJ 奥查多去年2021年11月19的卡当天同时推出三位除了 JJ 奥查多之外还有艾门巴帕跟雷麦路这两个卡也是影射真人嘛，蒙巴贝跟雷麦尔但在游戏内他们的设计并没有非常的强那最后一张就是假太郎了这个假太阳到目前为止写名字就代表还没推出，那什么时候要推出其实大家已经望穿秋水了，但是就是迟迟没有推出来那最后来到的是马赛队，马赛队有佐野满、赤藤阳跟拿破仑，那拿破仑已经推出了，是2021年11月30号的月底限定，那当然这张卡到目前为止在球场上应该不太容易看到它了它的强度其实没有特别的好有点可惜，就是它的射门技能呢也不到490单人的不到490那这个就是 Copa 为各位整理的可以看到7个国家16个球团还有很多是名字就是第一个版本都还没推出，那有的呢则是已经推出两个版本非常的奇特我本来以为会是每一个卡都先推出一个版本才会有第二个换属性的版本不过目前看来这些卡会不会推出我都觉得开始有点怀疑了不过 NextGen 呢会是一个长远的这个企划，毕竟漫画的作家高桥洋一呢他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曾经提到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没有办法保证这个漫画能够永远的画下去倒是因为游戏如果能够持续的做下去的话，他授权的这个 NextGen 的故事剧情
哦，以及这些角色哦，就有可能由 Klab 公司持续的哦推出来哦哦，所以也许 Next Dream 的寿命会很长。那前提当然是游戏要能够持续的啊、生存下来哦。如果这个足球小将一没有办法持续的生存下来，那 Next Dream 的故事剧情就会相当的短命哦。Copa 当然是希望他能够活久一点啦、啊。好，以上是为各位带来的 Next Dream 的故事啊、在游戏内对应的角色啊、以及还没有推出跟推出的分门别类。好，谢谢大家收看，拜拜。